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边董。那我们以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，韩版他们的官方网站呢有推出了一个物价查询的功能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查到各种武器、各种装备，甚至各种道具在各个伺服器的这个价格，非常方便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设定这个提醒的通知。但是对台服来说呢？ 我们并没有这么样方便的一个功能，以至于呢，一般玩家我们要去查物价的话，基本上通通都得自己手动去查，或者是去问吧哈、哦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个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小工具哦。那这个小工具呢，叫做“天堂小帮手”啊、哦，如同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，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帮你查。 各个区它不同的物价，哈，譬如说我们现在查的是反盾哦，那我们就点一下，好，那它就会去帮我们列出反盾的这个价格。那其实它详细的用法是大概这样啊，譬如说我现在要搜寻一个东西叫物价，那我们就斜线物价，然后打英雄制作啊秘籍，好，我们就搜寻。 把它打对字哦，这个字一定要对哦。它目前的这个容错率比较低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子按下确定之后呢，它就会帮你列出各个区它不同的这个物价是多少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在不同的伺服器啊、哦，它这个是以伺服器为单位，所以呢，在不同伺服器，它大概的卖价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、哦。那当然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搜寻比较进阶一点的、哦，比如说物价。那如果我们搜寻。 埃斯卡洛斯哈、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没有打出这个全名嘛，所以他就会列出一些相关的道具给我们。好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去选。好，那以这边为例，我们就选这个埃斯卡洛斯的这个手套嘛。那这个是真的可以按的哦，把它按下去。 好，它就会帮我们输入详细物价斜线加五 S 卡洛斯的手套啊，这个是它帮我们输入的。那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打这样子好，那这边就会列出几个区哦，比如说八区啊、六区啊、七区这边物价是多少，然后有几个。有这个工具之后，我们查物价就变得是非常的方便。但是要留意的是，它这个目前呢，它不会显示说更新这些价格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。实际上的话，还是要看它是什么时候去抓这个最新的资料这样子。不过 这些价格，我相信还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。就算不是即时，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大概的这个物价的范围大概在哪边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会买贵啦。那这个服务呢，它叫做“天堂小帮手”，目前用起来基本上是蛮顺的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哎，你这个道具打错了、哦，譬如说我打物价，哈哈哈,哈。 哦、啊哈,哈哈哈，这样子哦，他就会哈，他、啊、就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读书啊？关键字都打错了，还蛮酸的哈、哦，这样子。好、啊，反正呢，这个目前它这个功能还不错，但是容错率，你打错字的这个容错率啊是比较低一点，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。这个要怎么加入呢？我们就把它放在影片下面的连接好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点啊。好，那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。